下面比赛开始。郑宇博获得开球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郑宇博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十秒，延时。犯规，自由球。
海涛胜，比分1-0。第二局，于海涛开球。
自由球。又好了。十秒，延时。十秒，延时。十秒，五、四。
邓武博胜，比分1-1。第三局，郑宇波开球。
十秒。延时。犯规。自由球。十秒，五、四、犯规。自由球。三局，于海涛胜，比分2-1。第四局，于海涛开球。
恭喜博胜，比分2-2。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第五局，郑宇博开球。
局于海涛胜，比分3-2。打球的时候，你刚刚强调一下那个手机调静音，然后就是打球的时候对着小打比较晃。你刚刚强调一下，我摆球的时候，对，就直接说就行，听大点声说就行，不用摆球。在开始之前提醒一下观众，请再确认一下手机是否调成静音，而且当球员面向你打球的时候不要晃，谢谢大家合作。第六局于海涛开球。
犯规。自由球。中国决胜，比分3-3。第七局，周雨博开球。请将闪光灯关掉，谢谢。
石呢？岩石。观众请不要动，谢谢。恋爱涛胜，北京4-3。谢谢。第八局，于海涛开球。
十秒。郑宇博胜，比分4-4。Thank you.
九局，郑宇博开球。十秒，延时。第九局，于海涛胜，比分5-4，官方暂停10分钟。
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超十年使用寿命，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华南龙邦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华南特产的优质无差南瓜子为原料，精致加工的南瓜子植物蛋白饮料和白瓜子代餐粉的民营企业。产品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让消费者喝上呱呱胶，身体呱呱叫。老伯，追上啊！来呀、啊！太平了吧？酷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严正声明，我司就近日频繁收到关于乔氏钢库、乔氏石库是否乔氏所出新品的问询，发表如下声明：除 GOY 乔氏外，市面上其他含有乔氏、乔牌等字样的球桌品牌均非秦皇岛乔氏台球桌厂出品，其品质与正品 GOY 乔氏球桌存有较大差异。我司目前已对乔氏钢库、乔氏石库等商标向工商总局正式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将保留进一步追究乔氏钢库、乔氏石库制造者、销售者及支甲用甲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即日起，全国有奖征集乔氏石库、乔氏钢库销售线索、使用线索，举报热线400-6060-147。孙斌大米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南岸，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腹地，土质肥沃，是国家优质水稻基地、国家绿色食品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孙斌大米经手30年，只卖新米，严选新稻，一年一季，杜绝陈化粮，为家人选好米，就选黑龙江名牌孙斌大米。
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比赛继续，第十局于海涛开球。此局于海涛胜，比分6-4，开球清彩，谢谢。第11局，郑宇博开球。
归。先后决策。
局郑宇博胜，比分5-6。第12局，于海涛开球。12局，郑宇博胜，比分6-6。
第十三局，钟宇国开球。十秒。
局，郑宇国胜，比分7-6。第14局，于海涛开球。地下有球，地下有球，高架驴。第14局，于海涛胜，比分7-7，开球精彩。
第十五局，郑宇波开球。十秒。比赛时间已过半。十秒。
十秒。十秒。第五局，于海涛胜，比分8-5，比分8-7。谢谢。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库欣这么好。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十六局，于海涛开球。
十秒。延时。十秒，没有延时。五、四、三，犯规。九球。Thank you.
六局，郑宇国胜，比分8-8。我应该拿一颗15号吧，掉了吗？第17局，郑宇国开球。7局，郑宇国胜，比分9-8，开球清台。
第十八局，于海涛开球。十秒，延时。十秒，
10秒，五、四、10秒。
八局，于海涛胜，比分9-9，官方暂停10分钟。攻，你可以攻别人攻的彻底，你完成不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牵制对方？和一号的终点进行连接，延长到白球平行的这条线上。下意识的很多选手都认为，哎，这个七号肯定就是这个带，其实不以为然。3年人工省景外，厂家包安装，9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2。华南龙邦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华南特产的优质无糖南瓜籽为原料，精致加工的南瓜籽植物蛋白饮料和白瓜籽代餐粉的民营企业，产品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让消费者喝上呱呱胶，身体呱呱叫。老伯，追上啊！来啊！太平了吧，库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严正声明，我司就近日频繁收到关于乔氏钢库、乔氏石库是否乔氏所出新品的问询，发表如下声明：除 JOY 乔氏外，市面上其他含有乔氏、乔牌等字样的球桌品牌，均非秦皇岛乔氏台球桌厂出品，其品质与正品 JOY 乔氏球桌存有较大差异。我司目前已对乔氏钢库、
乔氏石库等商标向工商总局正式提出无效宣。犯规。先后自由球。第九局，张宇国胜，比分10-9。谢谢。
第20局，于海涛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郑宇博胜，比分11-9。
第二十一局，郑云博开球。十秒。五。
局邓宇国胜，比分12-9。第22局，于海涛开球。
22-22，钟允博胜，比分13-9。华南龙邦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华南特产的优质无糖南瓜籽为原料精致加工的南瓜籽植物蛋白饮料和白瓜籽代餐粉的民营企业，产品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让消费者喝上呱呱胶，身体呱呱叫。23局，钟允博开球。
23局，于海涛胜，比分10-13。第24局，于海涛开球。10秒，延时。
四局，于海涛胜，比分11-13。25局，郑伟波开球。
石庙，岩石。比分14-11。第26局，于海涛开球。
10秒。36局，于海涛胜，比分12-14。27局，郑宇博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10秒，延时。
13-14，官方暂停10分钟。孙斌大米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南岸，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腹地，土质肥沃，是国家优质水稻基地，国家绿色食品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孙斌大米经手30年，只卖新米，严选新稻，一年一季，杜绝陈化粮，为家人选好米，就选黑龙江名牌孙斌大米。选择悦城广场城市综合体有大型精品超市、卡拉大冒险儿童乐园、悦城阳光健身会馆、乔氏台球、好声音三部、好声音电玩城、横店电影院、
化成圣言，汗蒸洗浴休闲广场，丽舍卡尔顿婚庆礼堂，丽舍卡尔顿商务宾馆等业态组成，吃喝玩乐购尽在悦城广场。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攻，你可以攻别人攻的彻底，你完成不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牵制对方，和一号的终点进行连接，延长到白球平行的这条线上。下意识的很多选手都认为，哎，这个七号肯定就是这个带，其实不以为然。比赛继续，第28局，于海涛开球。10秒，5，延时。距离本场比赛结束，时间还有5分钟。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